穿黑衫反国民教育，阿 sa 不想小朋友咁阴功。日前，阿 sa、洛基儿、泳儿齐齐出席时装店开幕活动，各自穿着时装店提供的不同靓衫，而阿 sa 就拣中了一件黑色的连身裙，唔通佢都是反国民教育的一份子？諮詢一下先咧，係啦，即係不如再俾多少少時間去諮詢一下。咁我覺得其實我唔知道啊，因為我唔識得啲政治嗰啲啦。即係但係我覺得其實係咪可以由個學校去決定呢？即係俾個自由度啲學校。咁有一啲學校係有呢一科，有啲學校冇呢一科。咁之後就即係家長去配合，究竟啊覺得個小朋友應唔應該讀定係唔讀咧咁樣咯。